希望他们能够加油。台湾观光市场啊，旅游市场可以讲，目前正处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结构转型的阶段啊。我们过去，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把量能够冲到一个程度，那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千万观光的大国，那我们在这之后，我们希望质重于量，维持这个量，但是呢，品质的提升。价值的提升啊，那更为重要，所以交通部就提出以质量优化、价值提升为核心理念的观光大国行动方案。那么积极朝优化观光产业跟人才，推出特色旅游景点跟产品，引导智慧观光价值应用，推广绿色运输及关怀旅游等等。我们也请各相关部会啊，本着过去大家合作的精神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全力推升台湾观光的品质跟价值，以及它的竞争力。